上市的画像，里面有共同画像和不共同画像。然后共同画像呢，我们皈依法性以后呢，就是观想，这个善知识呢，就像是，以前的一些去大海里面，就是去抱住的时候的这个商住一样的。如果没有商住的话呢，不可能就是到这个大海里面去。那么同样的，我们到那个像，就是这个抱住办的那个戒头啊，就是戒头住呢，要真正就是取得这个如意宝那样的戒头住的话呢，就是要依靠一个这个三知识。那么这个三知识呢，一般来讲就是它这身可以呢，就是没有这个过患的。即使有过患呢，就是不是特别的严重的，就是，这是一个条件。然后呢，这个上师是观闻博学的，啊，就是观闻博学的，对这个众生呢，就是有强烈的，就是慈悲心，还有呢，就是，具有这个智慧和方便啊，就利益众生的这种三巧这个方便。然后呢，谁对他这个上师结缘的话呢，直接间接就是如意那个接头道的。啊，就是有些上师呢，就是直接的是对他马上种下善根，接如意接头的；有些是直接不行的，间接如意接头。而且这个上师呢，为众生和为弘扬佛法呢，就是任劳任怨，就是可以说是就是堪忍就是一切疲惫苦行的这样的这个圆满功德的这个上师呢，就是是我们的真正的这个引导者啊，就是但愿我们呢，就是尽快就是遇到就是如是的这个上师，有些人呢，就是已经遇到了如是上师的话呢，那么就是依靠就是他的大悲心呢，就是摄持我，永远呢就是也是不要这个离开，就是发愿呢就是生生死死不离世，就是一边这样想，一边呢就是这个发愿啊，就是祈祷啊，就这样观修吧。सुनंदे तंसे भुगानिया तुम्हे जमा पासे चिरकाना जीरमो चुपान चुपन सुने जोआ जोआ जो माँ बंदरों करे बना सदा ॐ मां बंदरं करे बन्ना सदर्दो